1894年的今天，美国现代舞蹈史上最早的创始人之一玛莎·格兰姆诞生。1904年的今天，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诞生。1949年的今天，联合国大会投票同意以色列加入联合国。1953年的今天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北京成立。1991年的今天，印巴达成在克什米尔地区互不攻击的协议。1994年的今天，曼德拉宣誓就任南非总统。1998年的今天，印度进行3次地下核试验。